其实是也是个游戏黑洞。真假的？录完几期，发现其实规则好久都听不懂。热巴一直都是懵的。是整气吗？我感觉是。热巴，热巴，你的思路是什么？你的思路，对整个游戏的思路是什么？热巴有可能带盾的，所以就算我们把他投了，他显示出来的肯定也是好的身份。他带盾了，他带盾了。受我一拜，没干啥。刮起了风大，对，第二个对了。温带大陆季风，疾风向七号，疾风向七号。没有那个季风，没有那个季风。没有，上面五个字，下面季风，然后气候啊，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前面对了吗？对了。你没比划出来，我们都猜对了。对，不是，我们已经猜对了。哎呦，没有，还有三个字。还有三个字 ，Oh my god！ 你先说一遍，暖温带大陆季风性气候。对，下一句。哇！哎，不要怀疑，我们就是这么厉害。他们答对了，他发呆了。在吼，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涨涨涨涨高，河东河北我热热闹。当英雄真不傻，想战力由自己而成也好。欢迎到河东，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大河，保卫全中国。来来，谁错了？谁错了？谁早了？对，以为可以钻个空子。好，一个一个唱啊，这边。一起保卫家乡，保卫啊！来一下嘛，让陈赫同学，你不用啊。一二一起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河北，保卫全中国。对了，一嘛。接下来要玩的游戏叫做“你要几碗胡辣汤”。我们先来试玩一下，两碗胡辣汤，一碗胡辣汤。哎呀，两碗胡辣汤。哎，又错了啊！三碗胡辣汤，两碗胡辣汤，一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四碗胡辣汤。哎，辣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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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你，还是你。两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三碗。你看他慢了。我觉得，哎，开始吧，真的不要这样对我，真是折磨，就直接开始，真的。一碗胡辣汤，两碗胡辣汤。两碗胡辣汤，我希望我们是第一个让你下水的。第一个让你下水的。有这么快吗？不是，等一下，刚有人跟我说话。那你什么叫不负众望？下一个节目，空中飞人，表演者邓超。别这样！我觉得基本上应该到不了我和李晨这里。别来跟我说话了。什么都不要听见。记住，听清楚啊，记住。预备。记住。哎，讨厌。一碗胡辣汤，两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
我们参与一下。我们坐在这里也很辛苦，就是你一定要稳定住。要不我去做啊？不不不，那不行。你为什么哭了？我笑哭。哭的应该是我，好吗？我的妈呀！游戏结束以后，第三轮。好。一碗胡辣汤，两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四碗胡辣汤，五碗胡辣汤，五碗胡辣汤。第四轮，各就各位，一碗胡辣汤，两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两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历史重演了，我记得刚才第二轮就是这样的。一碗胡辣汤，两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奇妙了，这一集里边有内奸还是怎么样？食材知多少游戏规则，每队各派六人参加，三人游戏，三人接受惩罚。游戏中每一名队员说出一样食材，后一名队员回答该食材的颜色，依次传递，回答错误较少的一队获胜。我们的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各位听到这个节奏没有？跟着这个节奏打起来。先，厨房里面有什么？黄瓜，绿色，花椒，紫色。厨房里面有什么？对花椒紫色吗？花椒紫色吗？你哪儿看过花椒是紫色的？那就不算。什么不算？我都被喷完了，王源。继续节奏。厨房里面有什么？孜然。宋天最倒霉了。孜然这个太毒了。王源，孜然是。对，你们要不要吃过烤羊肉串？羊肉串的那个。哦，特色对吧？对。再来，继续啊！看你能坑他几回。从我开始接可以吗？不可以。你让一下人家吧。反正我能答应你，我只给你豆类。好。好吗？哇！谢刘哥。厨房里面有什么？黑豆。黑色。水果，水果，水果。彩色。哦，漂亮漂亮漂亮。水果。我好想哭啊。我好想笑啊。是不是有个反转吗？到他你就反转啊。他在前面我反转不了。厨房里面有什么？霉豆，霉豆，霉，霉，不知道。霉不知道。哎，我什么犯错哭哎？你要喷我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想，我很想哭啊。好，时间到，请向后传递。嘿，这边。弹吉他吗？杰克很自信，耳机都不摘。电。Follow you。电。脸。脸。大脸。电大脸。他说他自己。
反正就是这个囊，转电大脸加这个囊，大囊，看看心啊啊，心是心吧哈？哦，反了反了反了，这样桃画向后向后，被摘了。哎，好简单，简单。把大布把耳塞拿掉，画画心。心啊，哎，中间是什么？在电影院看完电影之后，就听《画心》。这是歌词吗？应该是《画心》，是不是？我怎么知道？看电影《画心》。好，时间。我先问一下杰哥，是什么勇气让你从头到尾都不摘耳机的呢？就是喜欢听音乐。听得见吗？怎么？为什么不摘耳机啊？明天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摘耳机了，杰哥。啊？杰哥里边还有耳塞呀、啊，有耳塞、啊。那什么歌？什么歌？觉得画心会有这个动作，画肯定。画心太明显了，中间那个都是白闹。这个歌词，哎，转，可能是转，转什么？转转转啊转，哎，没到，哎，不是我的歌，答案是，那画心吧，画心吧，画心，信他了。回答对，正确。来下一个环节啊，哎，这个全程一直戴着耳机的人哪里来的自信啊？谁告诉我？他已经被震疯了。那个是想干嘛嘞？他。看脸，看，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哎，这个，竟然被这个人解释通了。你看没？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偷偷地，偷偷心里面就是偷偷的，偷偷的在改变。心在哪儿呢？哎，那就不应该是画心，我们改好不好？那首歌叫什么？我们给大家来听一下正确答案，放一下来。这个人你熟得很。又又是心，我的心里只有你。我爱你。我爱听。哎呀，美啊！吹，吹，吹，吹。对。吹呀、啊、吹呀、啊。我的小房东。吹，吹呀、啊、吹、啊。我爱你吹。我爱你吹。我也觉得奇怪，我爱你吹啥？是。我爱你吹。我爱你。吹啊！什么这仔细到前面来啊，姐，我提醒你一句，你唱过啊？我唱过。他唱过的歌多、啊、那我知道了。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没毛病。好，那就龙卷风。哎，我觉得猜的是什么歌？可能是那个天堂。我爱你，我的家。我的家，杰哥，我的天堂。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杰哥还塞着耳塞，他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哦哦，整个世界清净了。什么歌？你猜是什么歌？天堂，天堂，特别棒。对了，特别棒，特别棒。杰哥，一孕傻三年是你的是吗？没问题，杰哥，我爱你，你我的家，我的天堂。其实不一定是天堂。我都没唱。算了算了算了，不要打架不要打架，算了算了算了。我演一遍给杰哥看。好好好好好。哦，忘了这个。弹琴，弹琴来，弹琴来跑，弹琴来跑。哎呦，小陀螺。啊，我把第一个忘了。为什么他跟你的完全不一样呢？王源马上就懂了。
吧。对，弹起我心爱的土皮吧，弹起我心爱的土皮吧，唱起那动人的歌。真的是有一种众人皆醒他独醉的感觉。只要杰克知道答案了吗？现在全球华人都已经知道这首歌了，只有你不知道。嗯，邓紫棋是最后一个，让他猜。我猜了。什么？我猜龙卷风。龙卷风啊，对不对？你觉得对不对？爱情来得太快。哎，不是，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龙卷风真的就对了，肯定是龙卷风，真的。好，哎呀，这个歌词特别形容你，四个字，第一个字，这个什么？天上，这是什么？地，上天入地，不，完了，靠，脑子崩溃。对，这首刚才这什么？上，那这什么？这下啊，不，上分为三等，上中下，上中啊，第一个字啊。第一个字是上中啊，第二个字这不是两个字吗？第一个字是上中，完蛋了。不是，第一个字，听一下第一个字，你看刚才大错对，大错对是什么？拉开 ，no， 弄上拉开。就是你这个年纪叫什么？你这个年纪，我求你们了，你们俩不是来整我的对吧？不是，年字讲了，过，过了，哇，撇了一半，过。到了你这个年纪，怎么又是他这个年纪？到了你这个年纪，什么东西少了？两个字形容，粗。俩字，一个字光。两个字形容少了。你每次下水，你上来之后，你这什么眉毛？眉毛。所有的机器，推层特写，老李头的眉毛。不是，这是什么？头发啊。第二个字是头顶。不是，这是第一个字，你闭嘴。第一个字是这个。你们两个行不行啊？你们俩能不能打一架？我求你们了。第一个字是这个，脱发。哎耶！下一题。第一个字刚才那个错对中啊，对。第二个字。这什么？中这个啥？这个中剑。哈哈哈哈哈！接近了。这是什么？中刀。哎。对。哈哈哈哈哈！这是个。哈哈哈哈哈！发生什么了？啊！我的裤子太紧了。快！谢谢。好。啊，四个字，就是刚才是，现在是，四个字，不是呀，来，什么？让他去吧，来掰开，不要，四个字这个，刚才那两个字是什么？万箭，重箭，不是啊，你的记性怎么不差？上一题脱发，不是，那是第二题，算了，哎，给他劈开吧。什么？这个直的中刀啊？对啊，这是什么？好啊，对，中刀好。哈哈哈哪里好？第二个字是这个，第二个字这个啊，中好刀，还有一个字，中好多刀。Yeah！ 啊！啊，这个那是我，也是我，你我什么？我呸！万，你什么？啊，个十百千万，这什么？这是个，这什么？这是万人啊，对，三个字，万人迷。懂了。三个字，第一个字是母的反义词，公。第二个字，啊对。
公猪啊，那是公主，公主啊，还有一个字，公主死了，死了，死公主，就是你早上喜欢吃鸡蛋灌什么？鸡蛋灌饼啊，三字连起来，公主病了，耶、yeah ！好厉害，厉害！哇，尽力了，尽力了，陈哥。辛苦你了，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啊！猜的时候有时间限制，只有90秒的时间，哇！所以每一组导师猜完之后，答对的歌曲就是你今天晚上的歌单曲库。那一分半有多少首歌给我们选呢？只要你能在这个时间内答完的话，就无限的歌都在里边。我就猜对多少都算我们的。没错，先请 JJ 和亮颖来吧。第一组张亮颖导师的歌单，开始计时。哦、喵！三个字，三个字。招财吗？招财吗？哪有首歌叫招财？哪有首歌？三个字，首歌。另外一首歌。喵！喵！喵！哈哈哈哈哈！跟喵有关的。你可以过的吧？要不然。过吗？下一个我猜啊。喵！好了。快！啊，四个字的歌，可以剥那个皮的橘子水果啊，不能剥的，要切的那个同一个颜色的橙子。哎，对对对，第一个字是这个橙，第三个字是那个，哎，橙钻，不是橙花，哎哎，橙花，橙，这样，橙油、哎，交通工具，交通工具，交通工具，这个不是车，这沉轮，沉轮。开船的是谁？船夫。哎，沉浮是船夫、哎。回答正确。哎呀，下一个赶紧的，来，这个哇，这怎么办啊？一个歌手，歌手唱了一首歌，一二三四。下一个，一二三四，继续。张靓颖，这个是什么？一二三四后面。你的脑洞掉空了，乘以一零零五百，跟五百有关的一首歌，五百什么森林？不是那个五百，那个五百，过，下一个，啊，这个四个字的一首歌，四个字，第四个字，鞋，哎，对，前两个字是上一季坐你的位置那位老师，田馥甄，田，去掉中间的字，甄鞋，不是。导师田真对什么鞋？他有田真有鞋。回答正确。最后了，最后抓紧鸡腿。鸡腿最后一个鸡腿，上次吃鸡腿的那位叫什么名？吃鸡腿的上次是谁吃鸡腿？你吃的？看不到的，看不到的，看不到的。林老师画了一幅画。对，前面两个隐形。隐形啊。隐形的，隐形的翅膀，耶！哇，好累啊！时间到，哎呀，好累！注意一下这对完全没有默契的组合。好累。亮颖，刚刚你还记得吗？开始前你还问我说，要是我如果全答对，我们总共有多少首歌？嘿嘿，完全不用这个担心。对，
都放弃了吗？不要放弃啊！哎，等一下，他把腿伸在那让人家打，还伸哎，你伸过去了，随便打，随便打。啊，能不能打中一次？啊，真的鹿晗没有打中一次，这两个反应太差。哇！我在边上旁观，你们两个真的太蠢了。他是把腿伸过去，然后自己是哦啊哦啊啊啊啊！哇！你打呀，你还把腿伸，人家是疼着缩回来。他特别认真，他特别认真。哎哎呦，我没打，嘿，打到，嘿嘿，我没打到。李晨打击郑恺62次。哇！打击鹿晗99次，人家到时候以为我们是一个中医馆，从这出去每个人左脚边都是淤紫的。接下来请鹿晗出战超哥，超哥被点名了，超哥，哇，行，哦。特别是当和朋友们在一起，那种最安静的你。给我们的音乐都那么躁动。你是来挨打的还是来打人的？你告诉我。哇，这个这么狠。对，要跳起来。对，你要跳起来。看给他美的，他来挨打的，他真的来挨打的。对，你要跳起来，我帮。接下来我们公布被打次数最多的是鹿晗，238次。击打次数最多的是李晨，击打别人161次。哇！恭喜李晨。第三题的题目：平时喜欢听什么？哎，等一下，我要用一下特权。好，你想指定谁换？我要把蔡少芬老师的换成粉红凤凰花凤凰。粉红凤凰花凤凰呀，可以啊，我再换一个。哎我算错了啊，白石搭白塔，白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搭伞搭石搭。 OK 呀，哎，就这个好。你们先说完再说吧。好，来节奏来，平时喜欢听什么？臣妾好像有喜了。不是臣妾好像有喜了，是什么？白石搭白塔，白塔白石搭。不是白石榨石糖，是白石榨石汤。娘娘，白石和石糖的关系是？菜菜，我听完你说，我的血糖都上来了，我。哎呦，胃疼啊！加油啊！好，换一句啊，换一句，来继续开始。平时喜欢听什么？白石搭白塔，白塔白石搭。我是白塔白痴当，白石白石。臣妾做不到啊！等我一下，化妆有吗？啊，胡子掉了，胡子，胡子，白白给我再一次，好，岂有此理！胡子掉了都，
白石搭白塔，白石加白糖，搭搭搭搭搭搭白塔。我给你解释一下哈，白色的石头搭成白色的白塔，白石搭白塔。啊，对了，白塔白石搭，白塔白石塔。臣妾做不到。白死他！为什么要白死他？好，改了吧，我放弃了。共有四个阶段，一阶段正常读完四句话，二阶段每字之间加一个了字，三阶段每字之间加了个两个字，四阶段每句话重复七遍。重音从第一个字开始向后一个字挪动，只要说错就回到起点重新开始。开始，开始。大把标兵上北坡，破兵兵才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碰。耶！哇，这么沉！加油！搭了摆了标了兵了奔了北了坡，炮了兵了并了白了北了边了跑。泡了冰了怕了把了冰了错了对不起没事来没事没事保证正确率吧泡冰怕把标冰碰碰清楚没有什么冰碰冰大子饼个饼个的碰饼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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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了冰了冰了白了北了边了跑冰冰哎大板标兵上北坡炮兵并排前面跑跑兵跑兵走进窗记住了进虫进火哎不能这样子吧记住了赶紧进虫大板标兵啊不用弄他不用弄他他都可以什么是雷啊我们知道了什么是雷啊慢慢来扒了摆了标了冰了奔了北了坡泡了冰了并了排了北了边了跑泡了冰了怕了把了标了冰了碰标了冰了